你们都让我学一帆的球场华尔兹，哎，他正在这儿。这个球场华尔兹，他到底怎么华尔兹？这个动作对你来说稍微有点危险，很危险吗？我看看怎么危险。那你要是练习的时候，很容易就是崴着脚呀、啊，崴着脚。对，哦，我其实很久没做了。这说实话，我还没看明白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，是这样，这样。这比较快嘛，因为你再来一遍。这腿长的不太好做吧？肯定腿越长越好做，因为篮球是固定的嘛，那腿长这个空间就特别大。小时候都拿小球练的，是吧？我这也是学不会了，你们能不能学会吗？